禅师报告，王禅老祖天威。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，禅机山宣佛寺是21世纪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，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发祥地。在整个的禅机山面积只有5公顷，所做的方向成山续向，我们这里有维新圣殿，中间供奉的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圣像，左边供奉的王禅老祖的圣像，右边供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圣像，还有弥勒尊者的圣像，中华三祖的圣像。三祖是黄帝祖、炎帝祖、蚩尤帝祖。为什么要供奉三祖？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天下要太平，一定要追根溯源，追根溯源要解冤释结，解这个冤仇。5000年前的战争，涿鹿诸战，到现在来金门823炮战，总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，这是中华民族、中华三族儿女的悲情和悲哀与无名所生。所以当下因缘时机已到，台湾祖师的慈悲，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化身投胎转世为台湾祖师，圣号台湾第一代祖师。所以台湾祖师很诚心的恭请王禅老祖光降，以中华文化道统、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，来开启每个人的华严本性、慈悲的本性。所以当各位来到禅机山仙佛寺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心里很舒服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华喜和感觉。我们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满山的树
木、花、草，和很自然的建筑美学，啊，景观，啊，景观呢，啊，由台中市新社乡啊张昌明先生啊庭园景观设计家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社啊千华咖啡的董事长张昌明的精心设计，所以整个配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创设的一块净土，我把它搬到禅机山来相互回应。所以禅机山的景观景物建设是融入自然、回归自然的建筑哲学、美学啊，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建设山区平阳啊，任何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遵循风水学。风水在易经，而易经里面涵盖的风水科学啊，医学、哲学、心理学，全部在易经的相对论的对待论所融合起来了。所以今天啊，由维信圣教和美道场住持缘起法师啊，带领了大同教室、大村教室、还花坛教室等的同修、彰化教室的贤士同修回来山上共修，以宗教的法仪，早上大家恭诵《佛说大阿弥陀经》，即是建设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皈依处。启蒙的所以当下啊，我们来禅解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、瑞相啊，也是等于禅机山。所以我把这块宝地建设了与西方极乐世界啊相辉映，极乐世界之美是心灵世界之美啊，人间净土之美也是需要风水学之调和来建筑起来的成果啊，也是净土，所以我把它命为禅机山净土，也等于是维新净土，也是南天净土，也是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全部回应啊，这个即是我们今天共修了解之后，将这块圣境宝地的真气化为能量啊，转施到我们莲座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，同沾这个法义啊。所以王禅老祖
都慈悲啊，非一般人的想象。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即是禅，禅机三藏处处禅啊。啊，我们来到禅机山，我们一定要很冷静的用眼睛来看这里的天空啊，来看啊周围环境，用耳朵啊很清静的来听山上的鸟叫声啊，细细的流水声，鼻子来闻啊整个山上的草木啊，还有五月苍松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啊，所以我们这即是禅了啦，禅的道理。若是你不悟啊，若是不悟，悟了即是禅，不悟啊，你不悟也就禅，那就是我们往会投胎转世为人。人有眼耳鼻舌身五官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，眼耳鼻舌身转入意念，这都是禅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修道不是在那边蹦蹦跳跳就是修道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呼呼呼假借鬼神班门弄斧，那不是修道啊。我们所修的道，在自我实时心灵平静的状态，眼观这个你周围的环境，就是法界，法的世界。一棵树为什么会长这么大啊？那禅机山仙佛寺85年的一棵所种的五月松这么小，现在这么大，这就是禅，就是悟。为什么五月松这里的松树万年长青，松柏长青，它会长得这么壮，已经在启示我们啊，那是诸佛菩萨圣神上天的真气所加持灌顶。那么相对我们来仙佛寺，你有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在这里静静的坐着散步在啊山林之中，那你不知不觉我们也会感受到天地的真气加持各位啊。耳朵你所听到的鸟叫声，九观鸟，当你跟他有缘来到这里，一大早他们在那边唱歌哈哈大笑，你也跟着大笑三声，你也是长生不老翁。所以禅机山它的气候，若是有风吹来，风吹徐徐的五月松的声音啊，是
树木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，传入我们的脑海，然后进入心田，那你就是和谐的啦。哦，所以鼻子你闻到所有的花香，尤其现在是桂花香的时候啊，四季分明，都有不同的香气在唤醒我们，岁月不饶人啊！你会闻到八月时候桂花香，已经知道是八月了。啊，你闻到槟榔的花香，啊，等等，都是在催促我们赶快修行，赶快修行。诸佛菩萨都在身边啊，加持灌顶哎。所以你到禅机山上来，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要存着感恩啊，真的感恩啊。舌头啊，在这里所呼吸进来的空气反映到舌头，我们的舌头里面的肝啊，我们这里有龙泉啊，龙穴挖下去64尺啊，一个井所流出来的水源源不断，是非常的甘甜啊。所以当你喝上龙泉水啊，你冷静一下，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，这个清凉也是在告诉我们啊，就有如王禅老祖玄妙真经，洗水华毛，正金刚不坏之身，用这个清净的水洗去我们内在的烦恼啊，你可以验证到金刚不坏的自性，每个人都有的金刚自性。所以这个就是水啊，这里的风啊，徐徐的吹，干干的水就是风水的花祥地。所以本维新圣教的华义易经风水学啊，好多十方善信大德一直反对我用风水学的名字，太肤浅了。我说你的懂哪里呢？啊，你知道风水是人的生命的泉源吗？没有风，你怎么去生存？没有水，啊，怎么活下去呢？万物也不能活下去呢。所以，我就坚持了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的上圣华严智慧风水学的奥秘，所以我才传了风水学奥秘，传了这么多年啊，在台湾电视台啊传了啊4425集还没有传完，现在陆续还在讲，还在传授这风水的调和法则，是人的生命法则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大道真常，永远是不灭的真理，永远是永恒的调和法则啊。身，五官的身，身体的感触啊，你到禅机山
当你念心灵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用你的口去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进入你的心中，你的五脏六腑，到你的毛细孔散发出来的香气呀、啊，就可以去供佛、供养佛、供养华、供养僧、供养法界一切众生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，啊，我们的修行是在自己本身上，眼耳鼻舌身是我们的老师，啊，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很舒服。你要好好运用你的身体去做有利于众生的话的事业，如来事业。所以用身体来做传授。啊，用口来讲出人生的生命活力，而不是用口来做造谣是非、挑拨离间、啊批斗，这个都是已经失去人性了。所以台湾目前的政治、社会形态，啊，就是喜欢用你的口说出不切实际的话语。当你要伤害 的这一位对方的人，也许就是你多生的恩人，你多生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子女，你还情有以堪，用你的嘴在那边大声的骂，造谣是非，这个已经失去人的尊严和价值观了啦。所以各位同修，每当台湾政治在选举的时候，啊，你要注意哪一位是代表人的尊严，代表你的人格。我们的人格就是要修心修口和养灵啊的些菩萨行者啊，所以真正他是活的话，佛祖有口不说话呢，啊，菩萨有口多嘴婆哎，谆谆教诲啊，众生无口话最多，骂来骂去，这个真是很可怜的社会变态的人呢。那我们很可惜，只有怎么办？同情他，可怜他。同情他，可怜他，而我们不要参与一起在那边骂来骂去，这样就是我们尊重的父母给我们的身口意。哦，所以这个六方弥合啊，六方弥合。好的，身口意，好，身口意的表达，表达善意、善念与善。其实六方弥合呢，你的前后左右啊，那是无上的珍贵啊。所以我们将这个今天所阐述的禅机山之禅回向给各位的祖先，请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
还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